个。你要开什么 ？App 啊，好，很好。UPM 啊。问题是你又要选那个。你是到了奥之后就要换，麻烦。其实你不换，它会不会切过去啊？没有，理论上没有。讲讲应该是大家都给你设一样大的。二先插左脚，再穿右脚。对，对，脚力说先穿左脚，再穿右脚。我右脚有受伤。你的板子方向不对。然后板子，哦，这里还好啦，缓的。穿了可以弄下来。你先穿左脚。我右脚没力，我要先穿右脚。他说会滑下来。脚踩稳。前段有。说跑掉了。你要帮他检查一下数字吗？没到过啊，干嘛？就看起来很，你前头有卡宾吗 ？TT。哦。一脚。哎呦！哎呦！不要挡住人家滑过来的路，到边边等。要去还是滑左边的路，但是要一直往更右边滑。往左边吧。就面对山是右边那边去，山更山里面去。谁跟谁坐啊？梦，那他们两个你坐，跟你们两个坐。你要让板板坐最右边，他那个板子。检查都拉好了。嗯。还没开始啊，脚在痛。你有没有涂泰国药膏？没有，是这里。鞋子紧。鞋子。不是，他说今天看穿起来鞋子那边有问题，我叫他把它脱掉，检查一下是不是那种这个毛球。
袜子的毛球。对啊，袜子那个结结结也会很痛。你不是穿同一双袜子吗？同一双。对啊。脏的、哦。对啊。为什么？刚才不给你不是要洗衣服吗？对啊，可是昨天的没有穿很久。也没有很脏，不会穿旧的。哪有？那个是租来的鞋子，很脏啦。好，今天这样吧。不过没差啦，反正你就是租来的，也没差、啊。我是穿到他们的拖鞋，我没有先消毒，我就觉得啊，穿进我的鞋子啦，好脏啦，好脏啦。我之前去都会消毒，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前是租窑带湖，他是。他是在门口就叫你把鞋脱掉，他就放一堆拖鞋，所以你每天拿到的拖鞋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脏脚的时候穿回去，然后穿回去消毒好，隔天早上再穿干净完就下来，所以拖鞋是干净。对，你没有戴口罩吗？我有啊。他们三个都没戴。哈，走，我都会戴，然后中午就要换，因为会死掉。我脚都不算会痛，但我肩膀很痛。肩膀、脖子啊，是被人家撞的？不是，就脖子不知道怎么了，就被人家撞到的地方还是痛吗？不会，摔倒地上，我是觉得是可能是摔倒，你一定会脖子想要撑或什么，对不对？哦。然后就脖子在痛。哦，是耶。对啊，我是脖子在痛。我还好，我跟泡完汤回去之后就觉得全身都不会痛了。泡汤真的蛮舒服的。哎呀，就大水热水这样泡一泡。对啊，下次那两个泡泡泡久一点，那两个家伙哦，好热。也不能泡太久啦，泡太久怕头晕。一下子就摇起来，因为他们受不了，身体小，忍受不了。我今天有多穿一件，所以我今天不会冷，我真的很冷。真的、哦？我真的只有穿两件，就是只有穿一件跟外套。外套又是一层皮，然后真的好冷，好冷，好冷。然后为什么只穿一件？对啊，你要呆耶。没有，因为我一开始把橘色刷一遍，因为我以为不会冷，所以我就只想要穿一件。然后其实我背包有外套，但是我只能就想要算不要剪了。哎呀，啊，对啊，我忘了问你，你有带衣裳吗？没有，我有带来，但是我没有带在身上。你今天就要用吗？我想说天气好一点再用。今天天气不好。今天天气会下雪，对，不好。今天跟明天都天气不好，你们就先把技术练稳了，之后都给你们用。我没有爱拍，我说之后天气好再拍，因为我自己去军马站，我拍了一段阴天的，就整个很黑，就根本都很难拍。对，然后要大蓝天的时候拍才好看。啊，四跟五会比较有机会有太阳，那时候我再拍会比较好。而且你们现在滑不稳，你还要顾那一根，太麻烦了。对啊，所以花动作丑死了，想拍。那个什么啊，我们最后一天不滑吗？没有啊，就是要问你们，因为昨天我跟小叶在讨论雪票，他今天要买几天的时候，他就在那跟我说三天最划算。然后因为我们总共七天嘛，昨天一天了。然后因为小日本来就有为了说能够买到折价的，啊，唯一折价方法就是我们住这，因为要离开。小日也觉得，如果最后要滑这比较方便。对啊，对啊。对我们两个是没差，因为我们去哪里很快就可以回来。但是万一你们去了哪里，就回不来了或什么的。对啊，然后所以小日所以一跟七基本上就是少了三。然后那少了三以外五天，那五天要怎么买？啊，小日就说三天最划算，我就说那就先买三天。他就说要先买两天，然后我们两个算一算钱，我就跟他说二加二跟三加一是一样的。所以他才先买了三，然后看啊，因为如果最后一天不要滑，就是少了三要往前一变第六天，本来少了三一定是第七天嘛，那我最后一天不滑变第六天的话，那你后下一次买他就买一张就可以了，啊，如果最后一天要滑，那就可以买两日券，下一次就可以买两日券，所以就要看你们，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因为我不确定雪况，因为像我们住毛带滑一滑，最后一天就完全没动。对啊，你不是说就天？但是这里看起来还好，反正就这三天滑一滑，你们再决定最后一天滑不滑、啊。因为就是决定后面要买两天还是一天。啊、然后啊，看你们最后有没有想要去雪猴公园。但他是因为他去过，他就觉得去这里干嘛？那我是说猴子很可爱啊。
绑好哦。好。你那个膝盖也放了。好。走啊。莫，你裤子没有拉好。莫，你裤子没有拉好。你的裤子没有拉好。哦，好。超高的。没拉好。对。你的扣子全部露出来。然后就几乎没什么影响，没有风险。那么严寒，其实听不大到。你还是没有拉很低耶，你再看一下。你我已经套好了。你这里还是悬空，我还看得到你的扣，你裤子哪有那么短？啊，后面套好了。啊、你没有啊，你根本没有你的雪的那个。根本没有套，套前面没套后面，你不要倒，你到时候又来刮我，只是这样而已啊。你第三个扣都露出来，哎，这样是不对的吧？没有，那个不是用来保护那个的。不要磨坏啊，卖的时候好价值。哪是啊？雪裤的那个套子是防雪进去的。我知道，我是说我现在是把外层的雪裤罩住我的两三四扣，我这样可以比较少刮坏。我前面两个扣子已经刮得很惨了。走吗？可以走了。你要走最后吗？谁要走最后？慢慢走第一个，他可以。慢慢先。你大路。好，走。慢慢走中间。走啊。好，走，继续走。怎么了？等一下妈妈好了，好像还有点远了。这里哦，对啊，就山里面啊。啊，你姐会
累拖累整个行程。没关系啊，就慢慢滑、哦、算了。来，帮你拖，拖好跟你舅舅拍一张。等一下。来啦，其实没有很慢啊。可以，来得及。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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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帮我耶前面帮你们三个拍吗？耶还亮姐好看我哎杰滑过去好你们都进去莫也进去来一二三莫你不要一二三好没有你你太前面了你太前面了好你用你的下面那只脚踩好，你这只脚随便动，你先试试看，随便动去。对啊，你刚这样很开，你就把它举起来就好了，下面那只踩好就好了，好了吗？有一个是又很有用的，你试试看你有办法往上爬，不要从左脚右脚，左脚往上爬的话没有用。你要钢鞭要压进去雪里面，侧侧的。教练会教的。对啊，爬山呢？什么？那你我不知道你们就没有，我们的就要会这样往上爬。我们有要爬，所以要现在干嘛？拍照吗？没有啊，没有啊。弟弟在教学。我都练过以后，我也可以爬。我有脚就松了。你怎么爬？一只脚脱掉，然后哦，像残雪一样。哦。对啊，就不一样。就渐渐的，上面那只脚就有办法爬，因为你卡不紧，又爬不上。对啊。会滑就表示姿势不对。你要用刀子那一面去卡冰啊。会滑的话就是滔滔往山上走，会滑。像我这样子，我也可以滑。我你看我的姿势，你看这有什么差别？爬不上去，躲在上面，然后又觉得脚很累，又一直滑走，出不了力，这样子呢？好了吗？
版本。好，脱，脱掉，我们脱掉。头往前，头往前，姐，头往前，就比较不会摔倒。我觉得速度好快哦，我就是想刹车。想刹没刹，那个时候你忘记你在新野，然后很得意，你滑直的滑比我快吗？因为我比较重啊。对啊，啊就这样子啊，就直直的站好就好啦。不要被绊车，那个时候你刹车就会变成肌肉记忆。可是速度好快哦！你想刹那刹？我会开始刹车了。然后随时随地练刹车也是习惯就好。他那个要放在车上，他都要拿去拿上车。你学胆一胆啊！你学胆一胆，不然再来车上都是你的血。那我们就分两车哦，三个三个就。可以一个啊？可以一个。怎么一个？一个可以坐六个人吧，还是四个人？可以，还要加一个板子，很挤啊。对啊，我们坐三个。板板的雪如果很多，可以去拿那个摔是吗？哦。要刷吗？雪有很多吗？要刷一刷吗？雪要刷一刷吗？没有嘞。等一下，飞得很惊奇啊！怎么做？不可以啊！车来了，赶快，要不要上？不要上吗？不要上吗？他不要，他不要我们上。好。就上去，就上去。要小心，他不要撞到，不要撞到玻璃就好。他没有套子吗？他没有，他没有给套子。好，小心啊！他倒没关系，在那边最大的。没，他叫人家没关系。他不给套子，他的下场就这样。对啊，关这一口的套子很精美。全新广告套餐。然后给你放一起。啊，好热！帽子先拿掉。你雪镜要先拿掉吗？要做七分钟。你会热？你觉得麻烦吗？会热就拿。我的话都会。上缆车上次，我的空瞄对准吗？有啊，我有看着镜子对的。啊？我在门口看着镜子对的。哦，难怪。啊，那你还问我？就看一下准不准啊？准啊，你对着镜子不就准了吗？嗯。它到底有开始吗？哦，最高速度只有38公里而已。很快。没有，我最以前最快64公里，好快。只是这次有作弊，算到车子的那个59.4是车子，什么车？不是我。为什么还有车？在哪里啊？就是在哪里？哪里？我忘记关掉了，然后他就记到车子的时间的样子。嗯。万座吗？我怎么记得是那个？但这边又没有看到多的线。你看，这就是用 app 可以记说我们坐了几次缆车，然后滑下来几次。嗯，然后路上的你滑最快的速度啊，你一天滑了几趟啊什么的，这样子。滑这边。等一下，最上面滑下来，最后一段会路过这里。最后一段不会。要走了嘛？你要去东莞了嘛？
你就要往右了。你到底有没有坏事？好像九点好像还好，好像可以回。可以回到这，应该说安全帽扣也解开，是对的。我刚刚拿下来了。OK， 我只是怕你安全帽没有。我一拿下来发现我 GoPro 还开着，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去了。对啊，那为什么会摔嘞？因为你手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扭到？还好，刚突然卡到嘛。那你是直板摔还是平板摔？他正面这样趴下去，我有看到。他有一个东西凸起，然后跳起来直接这样。你记得你是平的摔、平板摔还是直板摔？平板啊。对，所有的 snowboard 大部分都是平板的时候。才会摔成滚翻的，因为平的时候姿势没做对。如果这边是三下，你现在平板，越翘越好，还是越平越好？越翘啊！越翘才会刹车，对不对？嗯。但是越翘的话，你身体要怎么做？越翘。越翘的话，你要往后打呢，还是往前打呢？还是往后打？越翘往后打，这样不对。什么意思？你在说表面上你觉得越翘，你要把下面翘起来，你要往后倒，对不对？表面上是这样。那问题是哪三是哪个板子是哪个、啊？三是这样，板子在下面。哦、你表面上觉得、哦、是不是？对，你表面上觉得这样子会翘，对，这样会翘没错。但是还有个缺点，你用往后翘，往身体往后倒，让板子立起来的话，你的重心就跑了。人也会倒。你的重心跑到这边，所以你这样子是想刹车。但是重心跑到这边，就没有一个体重去压下面这个刀，所以下面那个刀虽然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就好像刮痧一样，轻轻的刮而已，停不下来啊。所以呢，我又要翘子翘起来，板子又要翘起来，我人又不准往后倒，那这时候要怎么做？折起来，头往前，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对。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反射动作完全相反。我觉得快要前面有个东西要卡我了，我会往后闪，对不对？其实不对，前面有个凸起来的东西。但他刚刚是真的往前倒哎、欸。那是因为脚那边啊，因为它是平没有很平不平的路，然后突然它很你倒是卡到东西吗？没有，是突然出现。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放心的滑，放心的滑是这样子滑。嗯，对。甚至有点像是这样，然后啪就下去了。这样子是最危险的。这样子的话，你切到任何地方就慢了。方就是摔倒。所以标准的姿势是拱起来啊。拱起来，对。然后你头顶，你就想成头顶跟脚连成一线。这条线你要是有办法100%跟山坡是90度的话，这是最理想的 pose。嗯，对。山坡这样，人也要这样啊。重心线，不是。我现在教的是投机取巧的做法，是叫你用弯腰的。嗯，哦，你说屁股翘在后面。对，但是其实这个姿势不好看。头帮忙保持平衡。其实这个姿势不好看，真正更厉害一点的，他没有那么弯，他是整个身体略略的这样倒，他其实只有用脚跟去顶而已。嗯，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反射动作，你平板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东西要怎么办？如果没办法做到刚那种动作，其实有个方法可以化解。我直接坐下。也是跟你的直觉反应相反。我现在要停，前面突然有个雪堆，这时候不是说我真的要停，你要想把它碾过去，所以那个时候突然转直板就压过去了，因为你们雪板前面是翘起。嗯，直板的时候通常不会大滚翻摔，哦，除非插进土里。但是这个，我们头脑会拒绝这样做，因为我就已经在怕了。你叫我直板速度更快，先碾过去再刹车。通常身体，因为我们身体知道自己还没练好，所以现在时速20公里，我就觉得我好像刹不了。你现在叫我直板，叫我等一下30再刹车，
我会更害怕这样。嗯，所以说到头来，最后还是练刹车。刹车。随时随地都刹得了的话，身体能碰到那些窟窿都不会怕，因为你会知道说，我等一下再刹就好了。这个危险的东西，我先用安全的姿势。我先直的把它压过去就好了。对啊。你怎么知道是要直的？啊？我们自己雪板也是，我下一个我一直都是直的、啊。下一个波，其实最不花力气，直板是最不花力气的。有一种人投机取巧，他不练刹车，他直直的滑下来，其实那样子最简单。就速度很快，人都会怕了。他就觉得他不怕，但是如果他撑到最后下面是平的，他就慢下来。因为看到一点血，所以我还是张拧过去。嗯，好。那个可以滑，那我就我等一下要滑那条线。是哦。那个线实际滑起来的感觉就是很平很平，从头到尾都很平。然后风景比较漂亮。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长野那边。我觉得杰刚没有很慢，他后面已经变快了，你不要给他太多的指示，你就叫他放心滑就好了。但是一直想叫他把脚合起来。你以前 Shelly 也是一直喊啊，脚太开了，是很快、啊、一直念然后一直念。因为那个是付钱的，又三天又要教会。付钱的。对啊，他有他的责任，我们也有。脚太开。学生也有学生的责任。脚合起来，学镜戴好，妹妹。啊，现在的话，尤其这种是克服心魔的，就能够放轻松，反而就解决了。就不要太怎样这样。这是往右。往右。往左吧。下去往左。往现在这条路，下一次才是往右，对不对？下一次去东莞才是往右吧？你昨天也是往左吗？对啊，对啊。前面直接一出来，走出门口了，你就往左边找个坡就可以穿。我说哦嗨哟，哥在吗？你要跟那个照相吗？要真的吗？我以前都有照。我柯敏啊。上面比较漂亮，感觉好多圣诞树。对呀、啊，嘴雪好像比较多。啊？嘴雪好像比较多。山上下毛毛雪。再坐一次上来，再滑，再滑，再上，再坐一次，换右边。坐这个缆车要滑那个。好。走啊！你先，我先。啊？你先，我先。你那边还没上。
今天就比较看得到，但是对啊，比较看得到，但也没有平常那么清楚。板板看得到，板板。手机没有当机。哦，要保暖啊。然后拉链，拉链一定要记得拉好。小心，小心，要平，你脚就不行不行，脚就要维持平的，就不会那个。好，看风景，但下面应该更漂亮吧？啊，下面应该更漂亮，你可以看一下。卡到了。我以前也常常这样子在滑，很危险，会摔死。好吧，记录一下，今天天色是这样。鞋子脱掉啊！鞋子脱掉。不用脱。哦。这样子就稍微就过去了，就这样，就这样。我帮你上来，帮你抬。对啊。那这种，我跟组织一起。哦。我们人下。我们要准备下一步。来，铁板的话就是练习，有办法定在原地。定哦。定原地，对你看像我这样。等一下，我模拟一下，我是这样。那、啊、你的话，你就是身体相对是这样。二一，你要是有办法，小心下面。对，你慢慢练。OK。还会帮你们拍啊？你现在就是说你们。我，你们家滑下去，我看。会，你会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下，然后它就会滑下去，这样子。看看好，就这样平平的，然后只这样滑哦，小心哦，慢慢哦，不要再往后了，不要再往后，往前一点，不要再往后，你会掉下去。啊，这不能滑、啊。有人会
回头跑在那边跑。不行啊，就一定会被没收啊。你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拍，过去一点。还有爸爸爸爸在打滚。这种起身没事就练一下，然后好。看我，先来一张，一二三，要不要直的？我看直的好像也没有还好。一二三，好，好，爸爸，爸爸可以过来吗？爸爸，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拍啊？然后稍微松开，他应该不知道怎么站直一点点，不用掉。哎，好，还不习惯。松开的 反方向就是，我已经在教他，连学板都可以教，太厉害了。想办法去那边。妈妈，你过来，我们一起拍啊。定住，是这样。他刚已经定得住了，看起来。你会定住，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松开。对对对对对对对。恢复就是定住，松开，定住，定住，对。那莫尼也过去，一起啊！你的左脚加点力道，你就有办法直接用刚那个滑板滑过来。好，看我！啊，把妈妈踹倒，好，你就跪着就好了，你就跪着，好。吓我！板板看我！啊！你告诉我！啊！你的后脚踩后脚，没有，脚合并一点，身体重心站对就好。好，一二三，一二三，然后拍张直的，你才能剪。一二三，好。你可以自拍吗？自拍哦。对啊。所以教你穿西部。穿西部，你现在是下面那只脚。你现在只要下面那个抱抱抱，跟身体在做平衡，你脚就穿西部。三秒的哦。三秒，我看一下。莫你进来一点。好，可以了，可以了。一，三秒的。好。爸爸有进去啊？有啊，他趴着刚好。哦，好。有啊，爸爸在我旁边啊。那你坐起来一点啊，坐起来一点。他是柜子。然后再。跪着。但是要花一点力气。那横着吗？都可以啊。那我后。横着，横着我会挡到人。但是又变大了，总之就是你的头最大。对啊，我也没办法啊。好，可以啊，就被会被我挡到，因为我头在那边没办法。你会了吗？一点点，额头量一下，手指左右边把洞拨开一点，快让它透气。你听到了吗？就是额头露一点点这样。头发往上收，然后必要时面罩拉下来一点，露出一条线。好，好了吗？技能起步，然后滑的时候让那个风灌进去，直接就转一个圈就下去了。左转下去。好，慢慢走喽。下去就回到刚刚那个看起来漂亮。我在看斑斑，我在看斑斑。起步可以先平板起步啊，你用不着直板起步。好，走。
在小腹微凹，哦，身体算大字型，身体算大字型。好，那身体只要不乱歪，那板子就会舒缓。好，那你要做的是什么？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哥哥？你哥哥呢？哈？对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好，停，不用不用不用，又不用猜，你停下来就好了。站得住吗？可以吗？怎么很好玩？刚刚下来哦，这就是比原本的高这样子而已。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缆车坐下来就是这边。你刚刚去哪里了？摔倒。你摔倒了？两个板子分掉。哈？啊还好吗？还好。哎，摔到这里了。对，这就是那个缆车。很平凡哎。两个昨天还好。这是红线啊，这个是黑线啊。这是红线。啊，你刚为什么坐上来为什么会摔？两个板子卡到吗？两个踩到，然后就断掉了。哦，对啊，要小心，要平，但是也不要卡到，不要前面卡到，也不要后面卡到。弟弟会一直交代要怎样怎样，他不会。一万？因为叫一次。一万，要再去去做一次刚刚这个工作了。慢慢，辛苦啦。我们都会等待，然后比较辛苦。啊，你摔出去摔到哪里啊？多少？你还好吗？你的膝盖不要摔到。哎呀，我小时候我跟妈妈说，哥哥怎么没有来？滑下来的，很漂亮啊。变成小石了。对啊。快的，快的。我等下去那边了。要去？要那个是刚刚坐的缆车，要坐更远另外一台蓝色的缆车，也是这种拱舟缆。好，准备走吧，不要让马拉速度变没有了。你起不来是？你那会很不平啊，你下去会很不平。哪里有可以跳的？那叫 park 吧，但是那个很恐怖哎、欸。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park 哎、欸。就是会有很多坡的。对，就有一个坡，那个是硬的哦。那个的重点就是你准备飞起来的时候，人我们现在这样站直嘛，要这样子，要往前，然后稍微蹲，然后往前，这样才不会摔倒。不然我跟弟弟以前玩，就是一过以后，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摔倒了，又往后倒就摔倒了。所以要头记得往前，腰要脚稍微蹲。好，走喽。
就看起来滑很厉害啊，很快。好，卡住卡住，停。哪里啊？啊？第要去东莞，但是它这个后面、啊、后面路很平，路很平，然后频道就会要。刚才就有人不用冲了。对啊，虽然路很平，但是我们可以从上面过去比较轻松。第四是什么？就去东莞的路。那什么我不懂。还有，我们就再坐一次，从上面过去比较轻松啊。这个后面很平，然后你可能根本动不了。好，走了哦。我们有休息，你马上都没休息。还好吗？要直冲哦。半啊，真的喏。踩自己最简单。啊、这个我先中间移啊。直接踩自己就好了。看看，其实用斜板走，我提醒最大不是好处。哦。踩哦。是。它很难起步。刚好让我测电测，是这样吗？啊！四个人就。
可以啊。好臭啊！因为二一直喷出来。四个人坐可以吗？啊，可以吗？怎么可以？四个人坐。我四个人一起坐。啊？四个人一起坐。他说。四个。啊。看起来可怕，但是刚有抖有缓，抖的跟刚刚都差不多。但是我都会停在一个坡的上面，就是要让你好起步，你起还是很难起步，是不是？你要分两种起步，你要陡坡起步跟缓坡起步。陡坡起步，陡坡起步要平着起步。对啊，缓坡起步要直着起步。对 对, 對，你要练习直着起步啊，你要平着起步。但是我几乎都会停在一个坡的头啊，因为我怕它会起不了。它缓坡就可以起了。怎么开啊？不知道，劝你不要。应该是按一下往上推吧，但是我要……我靠！小心，小心夹到手，你这样压下来就会夹到手了。怎么压？我不知道怎么收回来了。那就算了吧。他的那个就是拉回去的那个断掉了，所以压不回去。好，那就算了。因为你这样，刚你摸这边，应该他会压下来，应该会扁掉吧？用抽的。我不敢。就是怕你夹到手啦，你就痛死。要用力，看你手指的力道有那么强吗？没有。好，糟糕了。现在是飘小雪，等到下午的话，这台车就变成里面都是雪的车了。差不多，这台啊。因为十一点要下雪啊。啊？到时候它就会灌进来。我看一下，非常的完美。哦，好痛哦！我要戴手套，戴手套，戴手套，戴手套。一样啊，戴手套你抓不住啊。不是，是因为会痛。它那个断掉，它那个有一个那个。这哪抓得住？你的摩擦力没那么大，这抓得住。为什么会痛？你是说尖尖？尖尖的。哦，我懂了。有吗？哦，可以，好，可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觉得我这样子穿过去？不用，不用，我来抓。我觉得好像可以失力。你那新手套，你不要用我的。万一你这样把新手套弄坏了，不是很亏，对不对？很亏。我的习惯是找个地方勾住，绝对不会掉。你也不要把我手套弄坏哦。对，很难。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好，快可以，快可以了，快可以了。好，对对对，耶！真的，我手套破了没？有啊，勾一个洞。对啊，我就跟你说不要用你的，这个也旧了。可能这套今年就休息了。没有，就是冷，纯粹就是冷。64度。它，你一开始因为是从房间里，它是暖的，那你一直滑会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要换你在前面，我走后面吗？我陪姐就好，但是不要讲什么的。你不用讲什么，他滑到心情放松都可以。而且他的身体完全会，他刚有一次起步的时候在斜坡上，很自然的就就没事了。对啊。我抖的地方都很快，然后平的地方都超慢。那你就。可能跟你要更早开始，就是你后来知道路线了，你就知道这里开始冲，就你就要直板一直往后了，你就不能滑的时候就是飘了。练习你练着练着，等到技术够的时候，那个时候眼睛就不会放在自己附近，你眼睛就要放很远。你就要看整个是哦陡还是缓，我在哪里就要开始冲，不然我大概就动不了。而且眼睛放远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地形，你可以先观察地形，有的地形一样是坡，你也是热的吗？你手，我看一下。可是是左高右低，
那你是热的。左高右低，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左转比较豪华，右转比较恐怖。你的地形是这样斜的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右高左低，你就知道右滑往右转很简单，但是往左转会比较好，那时候转的弯就不对称了，嗯，就是往右转一下下，往左要转很远，因为你要想办法慢下来跟刹车。又讲的很难理解，还是有坡的时候再讲。反正或者说就不要管理解什么那些，你就是看一看。你就会想说，我想要怎么走，就走看。嗯，这是什么？你问哪边？要不要 keep 吧？我现在没有。您说那个洞吗？它自动开门的，劝你不要开，很恐怖。他说，请不要。keep off 怎么翻译比较好？就 keep off 保持距离或什么的 ，keep off 不是吗？是啊，保持是吗？是啊，是吧？是啊。好雾掉了，范围是雾的。哦，这里的雪很。所以你还说今天很手残，今天很手残，什么都看不到。哦，是哦。哎，我的镜头的方向是对的吗？嗯。我今天自己插电的，现在有在充吧？有在充吗？看得出来有在充吗？他刚刚我看到是有在充，有吗？奇怪欸，一插上去是有在充欸，现在没有吗？就是它其实是橘色的，就是不是满的。那我觉得奇怪的是，昨天你不是一回房间就插的吗？没有啊，它不是满的。我没有啊，好像就被拔掉了啊。我是后来才拔的，我是觉得它差了一段时间应该可以。那现在是什么状态？有在录，然后有在充电吗？对啊，1小时04分。它有在充电吗？其实这一台我就跟你讲了它的特性。但是我现在是怕电源没开，它会用到光。我在想要练习那个。它如果在外部给电的状态，我说电源没开，就是可能我松掉了。那你再插一次我看。那就不好插啊。好，再插回去。没有，你刚有拔吗？没有，有我拔。好，插回去，插回去。我现在知道，它盖子就卡卡的嘛，对不对？你盖子要往后推。我有这样子对吗？对啊，推回去了。我要再来一次。有没有电看不出来？你说要拿你手机测？其实我 iPhone 是不是也可以测？也可以啊，你 iPhone 里插有声音吗？我都灌静音，所以不会有声音。它会震吗？有啊，有电。那你帮我插。等我一下。好了，好了，10:04哦。要过去了吧？哪有9:44？你在讲什么？是1小时05。你在讲什么？所以看你那上面到2小时的时候就可以拉过去。现在不就要准备过去了吗？现在不是滑一滑？现在会滑一次东边，然后东边再滑一次东边，然后再坐了再过去。嗯，其实是一直先直直带过去。你觉得先去奥智贺比较保险？对啊。是吗？因为。我本来是想说，但是滑手右边，顺便要不要？因为你其他人看一次黑线，但是我后来想想不用，不用看东莞黑线，其实去奥智贺那条陡坡一直。那他们、欸，你也可以让他们看一下啊。啊？哦，不用看。Olympic 旁边有那个吗？有什么？有。就是不陡的路吗？那就是红线，就是去奥智贺的路啊，红线啊，红线或黑线。往左边哦，对，出缆车，往右边，哦，出缆车往右，对，穿了，全都要穿了。我今天穿两件，我就不会冷。放水吗？不会，都不会冷，拿好。哦，好。
可是我有戴手套，我也比较不冷。戴两层。对啊，因为就不会被冷到啊。右边、啊，你要过去一点是不是？那边哦，那边。哦，那边。不是这个往下、哦。往那边去。他要去有坡度的地方，不然他站起来，他就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太急了吧？不会啊，一样。这里都只是都跟刚差不多啊。其实我就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啊，陡的坡也跟下面差不多，只是这里陡的坡就是长一点。视觉上恐怖，但是其实那个坡度你早就会了，只是看上去觉得好像很恐怖。对啊，脚好酸啊！你刚刚从一说什么放完全脚不酸，对，然后一开始滑就酸，一开始滑就快要好很紧绷，不是紧张，那不是真的酸。好，好，我们就慢慢前进。然后，莫你先走好了，你比较认得路。只有一条路，翻板的话。他们的话一有速度就一直冲，不要停下来。你就先走吧，默默，我在后面，我陪你。默默，你来走吧。直直走，因为这太缓了。好。刹车你当然要推得更累。不要浪费你的速度。那我只要有重力加速度。对啊，我就说就直的，然后你怕摔倒，你不要这样就会摔倒，你就是头往前就可以好了。
A1还是A6？ 好像要靠，好像要靠左边一点。你压到这个绿色的。对。啊！有我呀，差点摔倒。板板还好吗？太缓了。你的脖子、嘴巴那边没有翘起来。你真的没翘。刚刚不要让它停啊！没有啊，那是刚刚那比较平，这里开始就还好了。是不是要靠左边一点？啊？是不是要靠左边一点？随便滑，就是一直走最左边那条路就对了。好，然后就会回到东莞缆车吗？中间奥智赫不要插出去就好了。那真的很难插，平常那要勾回去。好，走走走，不，你走走，你们走，我走最后。只是没有看到，你再靠近一点就会觉得还好。你只是因为它有个下去，你看不到。没有啊，看你看根本就没有很陡。走走，那不会啦，你看你实际靠近没有很陡吗？叫。你还是练习一下脚收起来啊！收起来哦。平的，平的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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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了？脚弄到吗？还好啊，一点点。你有卡到东西吗？你还好吗？你先动一动。对啊，先动一动，不要勉强。还好吗？是交叉了吗？大丈夫です。还没事。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先确定脚没事。对啊，你先确定脚没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怪我ないですか？な。我没有看到，我就看你在翻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你说着，你脚比较好。那你从这，你一定要用，不行不行，不能那脚先站。我知道。好。卡着。不要勉强哦。还好了，没事。怎么会飞出去啊？
哦，看后面很容易，我常看后面就摔倒，看後面然后卡到血。对啊，看后面，因为你自己脚会板子会歪，然后自己会卡到，所以你不要看后面。对啊，我在他后面，你不用看。折了一下。那你是受伤了，受伤的脚还折了一下。哇！对啊，很懂吗？我知道你了。这里很懂吗？这里不会啊。懂的是刚旁边啊，但是没有走那边啊。这里也多陡。快一点，快一点。回去要看。怎么放开给他了？那只是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够了。好，照这个定数。接着呢？教学一下。说连雪板他都会教，太厉害了。头顶二月前面，多一点点。原理一样吧。先暂时，其实有溜过那个。没有。我都没有试过。就是跟我们这个动作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跟他的动作是一样，只是我们板子长很冷，你知道吗？板板在做的动作，跟我你看我在做的动作，所以这样是一样的。对，很平，打很平。你自己往前往后就会。这也是很陡坡下来救命的技能。哇！对，就是这样，这样也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好，你们先，我跟姐。我等姐姐啊。我挡路吗？我挡路。其实你不要先紧张，你真的过来看，你先暂停一下，你先暂停一下，暂停。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怎么可以不看？你看一下，其实你滑过来的，你就不会觉得它陡了，真的。要看远方啊。我是说，你看那个坡，你自己看，你刚看不到下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一定很陡，吓死人。但是你到了它的边，你就会发现其实还好。我只是叫你看这个。我不敢看，我不敢直接看下面，我会不想看，我就看后面了。不要看后面，因为我也看后面摔倒很多次，会超啊，然后就摔倒。板子就歪了，然后整个卡住，你知道吗？这里还是对啊，刚刷过哦。因为板子一定歪了。我不知道我板子缠到。我周少宇滑的是几个？没有啊，我就我那天教你的，你要不要练习一下？来来来，拿起来，拿起来。好，你先平着，你先平着站好。然后现在是右脚要踩出去嘛。对不对？然后就准备右脚放着，转，超慢，靠在右脚边，人也要靠过去哦，人也要靠过去，靠在右脚边，人整个人都靠过去，对，有没有超慢？安全的不得了。然后，好，平行滑一段，然后再准备靠左脚，靠左脚，左脚转。整个人哦，然后再准备靠右脚转，
好，换左脚。脚，右脚，右手要靠在右，哎，左手，左手，啊？这边好陡哦。不会啊。这边看起来好陡哦。你去看边边，没有很陡，真的。就这样，那你会怕的话，就走横一点，走横的一点。横着滑久一点，杰，横着滑，横着滑远一点。横着滑，横着滑，横着，继续横着滑，往下一点，继续横着滑。啊？对，横着滑，滑远一点，再下来。没有啊，大家会闪开啦，就横着滑。对，没有就横着慢慢滑，慢慢滑，慢慢滑。你要靠，你现在哪一脚？哪一脚？你刚刚放错脚，你现在才要右脚啊。对，右脚很安全。好，然后再换左脚压，往左脚压，往左脚压。对，你压住你的左脚，你看你根本不会动了，你压对脚，你根本就不会动。对啊。其实超慢，压在左脚，你人要压过去，好压右脚，快压右脚，对，就会超慢，超稳，根本就不用担心。好，再换压左脚，压左脚，压着左脚，对，压着左脚，然后换压着右脚，压着右脚，不要怕往山下倒，因为那个脚是对的。换压左边，对，横滑久一点。对，然后换右边，换右边，准备换右边。对，然后换左边，真的压过去，左脚去碰到左膝盖。对，然后换右边，右边。换左边，好了，可以平的了，可以平的了。直冲，接直冲，直冲，直冲。哎，这样，你要走，哎呀，对啊，直冲。直走，前一样，就是说我有靠，但是你其实这样又真的这样子，真的碰到，人都弯的，最后，
你要碰就是要真的碰，不是这样。我有，不是你要真的凹下去。其实你刚你卡到够深，它根本就停在原地。看错就靠近了，跟你看前面那只脚靠近了。然后这边比较窄一点。这里让你们帮打掉。好了，好了。对啊，就比较这里有些就比较窄一点，但是因为你的你根本就没有滑行很远啊，你的直的滑行都很少，你都一直在转弯，所以没有差。你要我滑你前面还是滑你后面？你滑我前面好。好啊，你就要跟我一样的姿势哦。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左边，然后准备换右边，压下去哦，右脚压下去，然后再换左边，左边，好，左边，对对对，压下去，压下去，你看超慢的，好，准备换右边，压下去。好，再换左边，压下去，压下去，对，压下去就会很慢。好，再换右边，换踩在右边，压下去，真的压下去，对，超慢吧？换左边，压下去，对，压下去。好，再换右边。好，再换右边。好，快可以直冲了，直冲。直的，斜直的，直的，直的。脚伸直，收起来，收起来。把脚收起来，不要再弯了，把脚收起来，直的。直的，直的，脚直的。脚好紧，因为我是安吉最棒，其他人跟不上。我有重量，来扶起别人。啊？来扶，再做一次这个。这个没做过啊。需要自测吗？现在几点看一下？啊？十点。十点可以再滑，可以再滑一次。好。那提早。为了奥兹赫做准备，为了奥兹赫的那个啊，这里就有时钟啊，比较陡的坡，最好还是这个。刚刚还没来，你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他们都还没来。丹丹还没来。嗯？丹丹，你刚刚等丹丹啊？没有等。他还没出现。哦。没有，他在那，怎么没出现？哎呀，好。哎，爱心车被别人搭走了。什么？爱心车。怎么整的呀？这样比较轻，它也不发到，对，一样。
厢玻璃被扣啊。啊？好像可以，要。好啊，都可以啊。坐到爱心车了，这有爱心车。那我插左边的门，哦，我插左边的门。插左边的门，他们动作比较慢，让他们插右边的门。那里有一堆。哦。你会太前面了，后退一点。真的有，那倒不如一起坐。是啊，所以这车厢比较大。对啊，它八个人的。哎、欸，我看一下，这个打工的之前是这样。谁认得啊？是他们化妆风格类似的。近いような感じですね。結構ね。你要坐过来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屁股我近位置就对了。大回りぐらいなんじゃないかな。那一车就五个。大回りぐらいなんじゃないかな。对，我就跟他说已经六个人了。这两个人。大回りも。为什么要上火车？因为他们两个不用的，对对，也更好，是吗？要坐多久？这也是八分钟吧。整備されてればいいけど、そうじゃないとやっぱり小回りじゃないと置かない感じがしますね。その時は気をつけます。刚有个岔路滑过去。まあ整備されてるからもっと大回りで回ってもいいのかな。现在十点，应该不至于用到两个小时才会到。大回りしたくないのは、现在还根本还没到那个点，所以还要再花二十分钟才会到那个点。哪个点？现在你要转去奥之后的点。啊，大回りする。奥之后也可以滑。是啊，是啊。那时候小回りだと直角みたいな、小回りで滑ると後ろからこう直角みたいに来る人がいるわけですか。とにかくスピードを出していかないと、後ろからもそのかなりスピードで、みたいな滑る。遊覧車に要看看人的脸，不要看外面。特に棒だとかね、晕车、晕缆车。それが嫌で。後ろ振り向くの面倒くさい。在前后摇哈。なるべく追い越されない。我们就跟船一样。最初入る時に、後ろに人がいるみたいな。このスピードで滑ったら追い越していく人はそうはいないと思うけどな。いやいや、時々ですか。スピード出しても上手ければいいけどね。そうなんです。ただ、やっぱり中には衝突する人いるから、ちょっと使ったらもう一生おしまいですよ。这就是我们刚下的。很恐怖的那。别人摔倒。我们世界中的。看来是摔倒受伤了吧？一旦要摔倒，他有可能。对啊。一头的。你脚还好吗？300米之内卡到。折了一下还好。不然我刚才就下不来了。刚怎么倒？看后面。看后面。他在尖叫。哦，我看一下后面，然后脚，我知道脚是踩到。缠到之后是一定都不能的，左边就是很险，両方この剣もう切っちゃって、でもだから今もこうやって血多的话不能。
けるように。こうやって持つのは下を向かいつつ、下の手を。すごく離れた方がいいんですか。まあまあ2回行くときは。親指につけるように。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没有什么意思。親指が自分の体を離した。爸爸怎么要刷脸？啊 ，S。我送自己。没有，他现在在练原地站住，他先练那个。正的站住，反的站住都会之后就可以练。日本行ってやるから、とにかく石膏で固めてだけど。でコルシナなんかも大部分雪场上的有40%-50%的。我知道，但但 S 版で買ったくさん。没有，但好意思。你受伤了不是右脚。じゃあ日本のスキー場のが楽しめてすみません話聞くな。因为都依赖他，对，有可能。会比较烦，你怎么在揉左脚？左脚也痛。右脚没事干。我二社公はね毎年行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ね。今こっちの方が好きだな志賀高原のが。斜面がいろいろあるし景色もいいしね。二社公は外。啊，那好多。为什么？你被减薪了？你是怪兽，当天大概了吗？没有所谓的，移动的薪资卡里吗？什么的？你是个没有所谓的，只有所谓的。哎，斑斑口袋没有放东西哈，你拉开，最好拉起来，不然会装血。下面有こっちの下面有こっちのが楽しいと思うんだけどな。あ、そう、あの、至少有胸口的腿是看的。ね、那在用。外面的别人家そんなに良くないね。那是手机吗？そうなんだ。世界はなでと。景色も羊蹄山見えるだけでね。こっちのがやっぱりね。こっちとか白馬の方がね、景色が。そうゲレンデ大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よね。ニセコってね、ここはね、花園ゲレンデがね、ちょっといいぐらいでね、花園ゲレンデの上の方は。没有，这跟刚刚那个在隔壁。真的是那一段。这其实高度是差不多的。它是可以横着走道的。两个缆车。对啊。隔壁。是啊。这边距离横向距离比较短，所以坡度。まあ日本のスキー場だからじゃあここが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ここはね。ここはもう天堂。ここはあの。体温八人分。屋根とね、ほぼ同じなんですけど。ゴンドラの乗り場が悪い。ああ、そうですね。すごく渋滞するし。うん。来たの、来たの。キャビンの方が少ない。奥智赫的、奥智赫的。这个这个，刚刚那个已经装进去。半分ぐらいしかないじゃないかな。他真的受伤了。不管嘛，反正就是装进去啊。嗯。哎，还没装进去，是要准备装进去。啊。下面不过就来一个小屁孩。他说这里这样装在膝带里面，他说超恐怖。あの斜面好きですけどね。对，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ここと同じような斜面が一個あのゴンドラで斜面があるんですけど。他都没有滑了，因为脚崴了。德国。たくさん滑ろうと思うと、こっちの方がゴンドラたくさん滑るんで。他开车再去滑雪场，然后就会吓到吗？时间到，没有他脚就没办法。他脚好像连弯都有问题，都没有治疗。差不多差不多。確かにこの調子で滑ったら10分ぐらいすぐ滑っちゃうな。不用开刀。西医的都这样讲，要叫他物理治疗啊。好，真叫物理治疗，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有效啊。疲れて滑ると怪我するから。我以为要开刀。开刀みんなここに力入れてここ痛くなってくるね。怎么？我有装护膝。我也有装护膝，我也一直都有带，不敢不带。哦，位置狂掉，我是这个圆圈圈还在膝盖这里。要坐正面的。你是说反过来坐你会？
哦，是哦，他为了抓，是还屁股顶我，对呀、啊，站不起了，是吧？你现在又紧张，要直接去奥之赫，是不是？对啊，先去，因为奥之赫的贡多拉还没到。这边而且贡多拉坐多久了？无法过来一点，真的太挤。这次就去奥之赫。好，反正也是下面那一段停的不好而已。而且姐，那后面很平，我叫你打直的，你就要打直，不然你觉得冲不到。好，而且你刚我叫你打直，你还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速度太快了，好往前就，速度很快的，让我这个重量。然后我就觉得我速度太快了，我怕。先穿，你看，好，算是算品。弟弟，摸摸鞋。你走而已啊。好、啊。刚好哦，刚刚。好、啊，你先走了，我等。对，你先走。在那边就没很缓啊，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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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平，值得。觉得快要到不了。左边压下去，右边压下去，好，直的直的，它滑到这边来。啊，没关系啊，我又看。
边踩下去，踩下去，换左边踩下去，深深的踩下去。好。右边还好，左边好，可以直的了，可以直的了。啊！啊！我要停不住了。没有啊，这没有真的要停啊。就是要折过去那里。好，走。好。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脚还好，这个头有点晕了。哦，哈？啊？头顶晕了。好，准备推右脚，右脚才好，右脚，右手低下去，对。真的低下去，连身体都低下去，然后左手对整个低下去，低下去，这样子就很稳，很稳，不用担心。左手低下去，右手低下去，换左手低下去，跳起来！好，好累啊！这是刚刚滑过的地方。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直在叫你左边滴下去，右边滴下去，就是这样一直下去就下去了。下下，对。横滑一下，换右边，右边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好，换左边，不要怕，就脚踩好就好了，你一定会往一边去。好像超激动了。不会啊，就踩稳就好了。酸了，脚底好酸。好，就是要往那个往左转，前面有个箭头往左转，我们就是要往左转，所以要留一点速度冲过去，因为那边后面很平。哦，休息。你这样站有办法休息吗？你这样有办法像我这样站吗？没有办法，就是一只脚可以抬起来的状态。一脚卡好，一脚像我这样卡好，你看我横倒这边，然后这脚
可以修伸缩一下，不然很累。就是脚卡好了都可以休息。你看小弟就冲过去，他们就转弯了，我们就是要转弯。好好，慢慢下吧。你到底喜欢我在你后面还在你前面啊？不会啦，就是慢慢滑过去。好，走走走走，再走啊！好，准备伸右脚。好，准备伸左脚，左脚很低很低。好，准备换右脚。好，准备换左脚。好，换右脚。好，换左，好，换左脚踩好就好了，左脚踩好就好了。对啊。好，就去往他们那边去，往他们那边去，林一那边。左转，左转，左转。哪里就要直冲？啊？你觉得他们最好是敢啦？一旦开始直冲的话，后面就没力了。但是头要往前哦。从这里就要开始冲哎。不可以啦，太高了啦，他们会怕啦。没有往下面太平吗？头要往前哦，头要记得往前。往前顶，双脚开开的。稍微蹲，微蹲低一点好了。对，直冲就好了。怎么这里这样直冲会摔死啊？就是一定要身体往前。就跟举起好了啊，我们四个先直冲。好，可以啊。就你先走，跟在你后面，我慢慢。没有，你后面走路。你慢慢，你会跟不上来。至少一半的地方就要直冲。好，一半。我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太高了。就你跟你姐一半直冲。好，走了。然后我绝对停下来，然后他绝对继续走。可恶。要先直冲。你先。他冲很快，他就跑掉了哦。对啊。前面只有一条路，不用怕，只有一条路而已。直冲就好。头往前，头往前，对。你自己的方法，我不敢哎、欸。我跟着你。我怕你也一半直冲，你们三个就来一半一半，先来一半。头往前，头往前，脚直的，脚直的，对。好了，没剩多少了。我没办法，你直接走了，你直接走了。好，直接直的走，直的直的，好，放直的，头往前。果然摔倒了，果然摔倒了。
哦，是啊，也是啊。你连鞋都穿不上去，你有受伤吗？好累死啊！你就直直的滑下去就好了。穿好啊，啊，好累啊。啊，太舒服，啊。你先把一只脚穿好就好，站稳再说。三下脚先穿。啊，好累死。啊，直直走，不要再弯了，直直走。你不要往后坐，不要往后坐，头往前。头往前，头不是叫你站直的，头往前。你不要再坐，你坐了就是会摔倒。我就是怕那个高度。头很平的，头往前，打直的，打直的，头往前。
很舒服。算爆好累啊，哎，好的，上午去，哦，累死我了。快累死了！我以后不要相信你，怎么叫我先走？然后我一回头就看到你摔倒。我因为我看到你的姿势，你绝对是这样，然后就坐下去。因为你开始滑，你姿势就是这样。啊！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啊！好热，好热！啊！好了，对不起，我看到那个高度，然后就跟你讲，头往前顶着，你就是撑。太热啦！我也是，而且我刚超紧张，我在斜坡上不知道怎么办。不能戴透视物。戴眼镜受得了吗？太冷。不知道，试试吧。你擦一擦，不要，我会，我有卫生纸。我有卫生纸。这里擦不掉了。对啊。啊，我快热死了。啊。对啊。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有点大路。啊。你确定我知道路吗？往下滑嘛。啊、我走了。好。
对啊，因为就是连接道路都会比较平。要在这里，要小心小心。要等他们吗？其实就一直冲就到了。很平嘞。啊？刚才那个路啊。对啊。完蛋了。他如果保持，谁先过来？姐姐。哎呦，果然，斑斑会追慢吧。要擦，把水汽擦干净。怎么擦？卫生纸啊。太平了啊！你也说，你也知道太平，老板可能会动不了。
对，就是奥智赫。讲到这个，我就要换一个那个。奥智赫滑雪场，换一个滑雪场。你都不稳吗？对，他直板上一下就倒了。站很久才有办法滑梯。要去哪里？坐车。要继续滑。等一下是先倒后补。一样，只是很长，超级长。他的血比较稳。耶，好棒！还要用吗？要。套在反反要套在头上。头上。他的头上，反直的头上。不是人的头上。一边就好了。四个人吧，一边坐两个。没有，太挤了，四个两个坐好了，有没有？对啊，三到四个坐一车。应该是分两边。对啊，这就是小缆车。我要坐那一面的。哦，第一个是。因为它就低速运转，然后怕大家等很久。
今天有风哦。他有说强风传媒低速运转中，车也挂很远，你没有觉得吗？是没错啦。不走上去会累死，他大概我们家一半出发，他连一半大概15公尺就掉了，而且是全身，我很怕他是受伤，所以我只好走回去看。啊，我快累死了。永远不要比人家先滑。他跟我说：“你先走啦，你先走啦。”先走就走了，没有不要相信。对啊，我以后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他怎么先走啊！最后走回来，我就快累死了，我的脚、大腿、小腿全部都酸了，都没酸的，现在超酸。我酸过，他酸过，好酸哦，本来都不酸的。所以一半往下冲还是不行。心理上的问题，而且我后来回头看，他又出发一次，他又要一次要摔，我就在开口罩拉下来，大妈，你给我把钱，你不要再做了，你再做又再摔。因为我就看到他就蹲着这样子要出来，身体往后缩的，一定摔很远啊，这样子到到了餐厅差不多12点。然后应该可以先吧。哎，对，用不着多滑一次，下午再滑了。然后接着坐车就回王子，就这样。你要用坐的哦。啊，不然你要走，你都不记得那。我记得啊，身上要抱着雪兰折一点点。对啊，不止一点点啊，那个你就脚会更酸、那就是滑到4点结束，滑到这边结束的。对对对，今天就是专攻奥之类的。大妹妹天天走，是听起来很可怕哎、就这样而已啊。我在奥的时候，もっと強かった。これが止まって急に止まった。何のため？下についたね。説明ね。さっきは何のため止まった？風。不会的话，它是要吃药。哦，是。哦，但它停下。
下来的晃也很可怕。嗯。他有运转，也要感谢他了。嗯。風。哦，風。謝謝。有声音是不是？嗯，真的是风声吗？这里就是凸起来的地方，一开始风很强大。那里也不要拍什么天，百分之百天然文学了，下次再拍。现在只是一片白而已，会冷死。或者说拍照的人手会被冰死。嗯，我是不是应该卫生纸擦一下，或者水浸应该是？飞宇还没好，飞宇还没好哎、欸。
啊，所以我先走是。好，慢慢走。哦，好，那就等一等。到前面一点穿到吗？到快到。这里就是他那里有个牌子，就写粉雪诗歌，就是他的100%粉雪，这边雪就是好啊，这里就是风雪很大啊，很冷，对啊，很冷，什么都外套拉起来，外套你也没有到最高，拉起来，对，拉起来，啊，你手机有放好保暖，我外套我有没有拉高？我也是没有拉高吗？有啊，我是最高吗？我的外套我自己也看不到，手很低，很低，我说我带两层，我里面还有带包子，好了吗？走了走了走了，右边那条路走，右边，左边右边同一条路啦。我没看到人了，我们就走。休息，等一下好了。好累，好累，好晕哦，好晕。我知道什么晕，看不清楚吗？很清楚、啊。很清楚，还是头一直转方向，一直转方向，转到头。来搭这个。这个是搭滑这一条。哦，好吧，那走。那我的姿势还是有点丑。我们也想要像你们这样戴口罩。戴什么？戴口罩加围巾。哦，就塞在里面啊。我觉得不错。然后中午就可以换掉，又会湿湿，所以外面也还是会湿湿，就是。所以，哦，右边那条线开始就是陡的地方。嘿，然后你可以带，你可以带你姐走那个联络道。现在粉比较雪比较粉，所以应该可以。好，那你要带他们走陡的、哦。我们搭，剩下四个走右边。陡坡，当然要是陡坡就是这时候了。然后姐，我们走左边。我要看一下路在哪里耶、欸，缆车后面吗？
里就是比较窄一点，比较窄一点。那你就是你的那个压脚就要做确实啊，就是杀到，或是你知道回山什么意思吗？就是转过来，就是到翘上去，就理论上是这样一直画啊，你就是要翘，微微翘上去，然后再下来啊，下来你会觉得太快，你就要这样再往回呀。我很懂这绿线，只是很比较窄。右边，左边，呀呀呀呀呀！左边压确实其实还好啦，他学很好哎、欸。你可以来这边看他们，他们就是滑这个。哎、欸，他们已经都下去啦、啊，他们已经滑下去了。他们已经到那边了，对啊，我们就是慢慢下。干嘛？我是滑很多啦、啊。然后我有一次摔倒飞出去，就是在前面下面走那个的时候。你说走那边？因为地上不平啊。啊？就是就还好吧，这宽度也还好，因为它雪很多，很好刹车，不是？有点像那个以前溪野下来的。对啊，它是比较。那个一点，好，就杀杀杀杀杀，看我超慢的，你可以试着跟我一样做吗？你看我超慢，杀杀杀杀，超慢的，然后再杀杀。杀杀啊！就一直杀杀杀杀！你都不转弯呢，你都只刹车呢，你都没有转弯，还是可以慢慢这样转啊。好，从这边开始，右脚，右脚压着下，然后换左脚，右脚。换左脚踩，左脚踩，然后再换右脚踩。你有没有在用右脚踩？好，再换左脚踩，然后再换右脚踩。来，左脚，右脚，再左脚。这就很宽啦、啊，随便滑。我在你后面，你随便滑。我在你后面啊，你先。啊？你先啊，我在你后面，你先走。腿酸，等一下，腿酸。停，那我们就算啦，停停停，那我们就来用两手拿的那个方法，因为我想要看到你更确实的压那只脚。停着正举，
这样往手是手心是往上的。好，所以你现在要压的是右膝，要碰到右手背，要冲到右膝盖哦。对，换左边，左换左手压，左手压，对，对。然后左手压，对，压压，确实有碰到吗？然后换右手压，压压压，然后换左边压压压，然后换右边压压，然后换左边压，换左边。这样你有觉得脚很酸吗？这样也会脚很酸吗？你就专注在压，你就是负责压就对了。好，对，然后右边，然后在左边，然后再换右边，在左边就轮流。会很酸，会很酸。好酸的，好酸。因为脚这样太开了，所以很酸吧？你试着把脚并一点。左边碰膝盖下去，看右边碰膝盖，脚再合好一下，就是说理论上，但小智一直说不要叫你要收，但是我就觉得，要收比较好看啊。可是我，但是那就是一定是你要感觉，对，你就是要完全，我叫你压这只脚，就是完全要相信这只脚，因为根本那个时候滑行的时候其实是左脚站就好，压左边的时候其实是，那你可以做这个动作吗？抬腿了，对，就是假装，你要压在它上面的时候，像你现在是压你的右脚，不是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右脚，好，你左脚可不可以抬？那很轻松的可以抬起来，就是表示你全力都是踩在那一只脚，对啊，然后就慢慢的再合起来。因为我是怕你酸，我不知道是不是脚，因为一直这样开，这样这大腿应该很累。对啊，大腿。左边压，右边，左边，右边。啊，前面可以直的滑了啦，前面这里很平的。
你要比我快了。我看到站在那里分岔等了一阵，就觉得也太久了吧。啊，我们没有去找你们啊。我们在出，在分岔和解。哼。那好，那就下联络道比较慢啊，联络道很大圈。联络道怎样？很大圈啊。大圈。哎，我错过了。就下来了。那边其实我也没特别要说。还是其实血很多。那边可能是红色。血很多，所以其实还好。那个坡度就跟你在刚刚我们往子东莞那条线的斜路感觉。那个那条很看血况，如果是冰的话很可怕。有啊，刚刚滑是就这样，所以我没有特别讲说那个是黑还是什么，我就说那边比较陡。好冷，结果我头一看，也没有多陡。因为他们是，我觉得奥兹特算我们这季雪滑到最好的。有啊，是粉的、啊。而且是开始下了。而且现在才11:30，我们很早到。对啊，所以还可以。我们刚刚在那边等的时候，大概11:05的，等了大概快5分钟。有点奇怪，我就说好，那我们先滑下来，到了缆车站以后，我再来传讯息。我现在要打传讯息，我觉得你们也来了。不、哦，我也没有，我想说时间应该还没到，那就先那个一下吧。至少还可以滑，因为是12:30，就看大家肚子饿。我觉得是肚子饿。我有一点饿。我是还没有。我的走楼梯消耗太多，好累。刚刚雾有这么大吗？还是其实这只是下雪？不知道，我觉得刚没有那么大，因为现在雪很大。因为我刚刚不是面对这个方向，所以不知道是有没有一开始这么大。缆车在看不到的地方吗？还是在？我完全看不到缆车。晴天的时候应该看得到，应该是不知道是这个山头还是左边那个山头。藏在树里面，只有接近山顶才没有树的保护。那斑斑刚就是落叶飘下来，落叶飘，我没仔细看。哦，这种太陡了，就是纸板很要命吧？就是一般般的下法，就是常见的，那算落叶飘吗？就是落叶飘。所以你是说你在河流这边等过我们啊？有，这里有一个
棒棒，然后那个棒棒上面缠着橘网子，我们在那里等着。会有我有那一根，哪一根？短棒棒橘网子。哪一根呐、啊？在树的右边。他废话，我们才在第一节，我看得到你们，我就已经看到你们在中间。中间有个河流处，对对对，在中间河流处。我那时候我还在上面，我就看到你们在下面，我就跟姐姐说：“哦，你们在下面，已经都下去了。”别乱！干嘛？我会撞别人。啊？这个黑的想耍帅，扒在红衣服的前面，嗯，结果他无法完全准确。那他们是认得的吗？不知道。很白烂，要把你证件拿出来。气死我了！就算是认得了，他想知道是，结果又失败，就是自以为有练好，其实没练好。好、啊，我也要锻炼我的刹车。其实刹车练到最强最强的时候啊，嗯，因为我溜边的时候也没练好刹车。嗯，我的脸有罩好吗？我觉得很冷。啊，好像都没有，是只有口罩啊。你鼻子没罩、啊。对啊，然后我觉得很冷啊。怎么会没罩好？这里是。他是哪里？99年前。我会。99年前，鬼机废卡之地。哎呀，难怪我看。鼻子还是出来的。有冷，我看啦，就叫你看着我，因为我脸。我这样脖子会酸了，我一下子就要恢复一下。好冷哦、喔，不行了，拉不回去。你没办法在上面重带，上面风带。我不能让它画在我身上，会湿湿的。这种雪就 OK， 下这种雪。那天那个中苗那个什么哪里中苗带，关得口不 OK。这种雪就没事啊，干干的拍掉就好。光是旅馆拖行李一踩，那声音就知道干的。好冷哦、喔。还是你觉得提前去问餐厅，它有位置吗？等一下讨论一下，我都好，我不知道其他人想要多花是怎样，而且现在坐上来，还是要带节花还是这个吗？他应该其实我觉得花的时间差不多。问题是他联络到也。就是滑的脚，我就一直叫他压左脚，压右脚，压左脚，压右脚，但是脚还是维持住这个状态在滑、啊，所以我觉得脚应该很酸。嗯，那你又说不要教他停？不是教他，因为他现在不是姿势的问题，现在是恐惧的问题，所以讲太多没有用，就是一直滑，一直滑，滑到这也不怕，那也不怕，那就再教他。对，还是要滑联络道。先在正面转。到他们两个第一个，他们摔倒了。他们摔倒了吗？没有，他是下下坡。他滚那里就是要滑，先大家一起滑联络道。你要大家一起滑联络道？啊？大家一起滑联络道，不然左边他们要往上爬。那可以再坐这个。不是啊，滑这个好了。对啊，一样，一模一样。我们现在就要在这边。我们现在就要在这边。因为我们午餐定12:30，现在大概才11:30。对，再滑，滑一滑。还有一小时。那我是理论上可以提早去吃。你就跟他们玩这边，我自己下去我可以，我找得到，应该反正就一条路嘛，一直走就下去。但是你不知道旅馆在哪。我们说要先吃饭呢，还是要玩到12:30？你们觉得？我要吃饭。要吃饭。两个都有说要吃饭。好，妈妈好，妈妈好。好，那就再去阿丽吃饭。然后，接大 Andy 去旅馆，我
再停他的路吧。好，走。知道啊。是斜的，一直想办法切过去啊。对啊。好。天启，你刚才是这道嘛？这道。对啊，这道。大家都玩这道。对。这道是有不是很宽的。哦走你的，我在你后面。我刚走的嘛。是啦，没有别的路了啦。压左边压右边都没有，你都用大刹车在滑。我会压也会压。这样子也太平了，转弯要小心啊。没意思，那就是技术不好，又不刹车，那就要刹车啊。动啦！我去前面拉你，来，来，一、二、三，哦，下去喽！好嘞 ，Go！ 我应该要拿，没有啊，看看你自己啊。
转弯啊，要转弯，要转弯。好。怎么了？像你的三角形渐渐越来越小。然后左切一下，右切一下，这样子吗？你会吗？停着，然后好像左边切到一下，右边切到一下，这样你会吗？不会。你在停着滑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控制它。就脚合好啊，你就想办法脚合好，然后就很像这边偷动一下，这边偷动一下这样。你的杖现在要怎么拿，你就拿好。你杖要分，那也要带好，才不会掉。或滑一滑掉了，回去捡也是很要命。好，现在差不多就要直走了。好，脚就想办法合起来一点。这种就不用压得那么明显了。啊，直直走咯。
不是什么位置呢？当然呢，身上还不好喷。我忘了这件事。哎呦，看我位置啊！半小时啊，他满满放车那里啊。好像有很多位置哎，应该还好。对啊。包括你帮我看一下，我先不敢乱看。